就是已经是说，那就全部都是，那就都不管了，就疯吧。你想想疯子的一个状态是什么？疯子的状态就是对所有人讲的，可能他都不会去，不说不 care， 也不是不屑，而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世界。OK， 这歌是那种意思，老师，就另外的我给我自己说的话嘛，就有些时候就是什么想要放弃，那你就直接放弃吧，然后要不就别做了，要不就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一种，就反正是丧的歌，只是用这样欢快的节奏而已。OK， 忍耐不如let go，放下一切才是自由。OK， 真的就得唱出那种感情才行。下一切才是 OK， 哦，就自由的感觉。嗯，就放下一切了，就自由了。才是自由，才是自由。You know 是这个吗？不是这个吧 ？You know，yeah，OK。好，有画面感，就一个人突然在说，我想消失在我这个不舍的世界，我舍不得这个世界，我想变得更糟糕，然后突然消失在我不舍的那个我不舍的。I want to get it worse. 不行。I wanna. 现在是一二，就是 AABA 嘛，这种感觉，两段副。你是想进来就是副歌啊？进来先副歌 A B。AA 这种喧闹的夜闯进谁的喉咙放肆哽咽喝不惯的就是夜的灯笼越彻夜不灭越声嘶力竭不必回答旁边感受非常的爽快想要录好想要完成好所以我们今天超时了很久哈一点到六点现在已经九点半了快我觉得是值得的然后比较辛苦老师了只能说辛苦我们顺利老师对然后希望能够在未来天天都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天天录天天录代表我天天发歌啊哈哈哈哈也辛苦所有人了